一家朋友返家乡，两个公共推辞在推翻台家独栋树，白六礼拜在台推北国体也有家乡的朋友发图，不过其中就一种非常的特别，是融合家中的食材，做成的轻松的素食料理还有咖啡，而来推朋友。杨皮主老师见到本连线记者分析。好多观众朋友一班一班出到嚟，睇下都唱定爱去烤肉、烹肉个。唔过你一上到一烤烟肠啊，韩国一烤肉都油滋滋嘅。到台北市，特别拜六礼拜就一场档，特别咧拍发通，到一台北偏唔到烤肉香，点都偏到一寸一寸嘅咖啡香哦。就坐到一边咪早就看到，还有客客家同咖啡相关其他片落嘢。比如讲，到一台北看得到有一客家嘅食牌，还有一顺康有咖啡一做嘅茶，甚至用夜班，还有一炸嚟土一盒状天气中咖啡，就同一吃普的相关，当酒时嘅水果果子同一咖啡上做结合，土一搭配其实咪看得到。系啊，因两摆发通吼结合按到侵蚀吼是蒙肉嘅两种所谓食材，吼因像因两咖啡，你配合讲因后生年来爱好嘅烤肉了的吼，因是做有条咖啡，因做像做薰衣草，然后。来结合来做咖啡，种植的地方就是在客家庄，对，那所以我们其实有22位的农友，那里面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希望说打造一个客家咖啡的一个产区，对，那所以像我们这一次的后置课程啊，然后包含到我们的这个也把我们的那个什么客家的庄园里面的果子也都把它采出来。好，其实同样喺外面做的看到呀，鲜蔬啊，当地嘅做呀咖啡、铁条嘅饮料条子哦，唔定将其他都会用盒装相关嘅物产，比如讲水果，呀嗰呀水果嘅皮呀，呀都呀都对盒装来嘅物产，甚至有啲人会用呀盒装生成嘅透明呀都来做呀咖啡、铁片饮料嘅条子。在现场唔定将片都一层一层咖啡香，未做得连到盒装咖啡嘅相关饮料哦。以上在现场嘅新鲜情形同新疆台高凡彭丽主播。